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口琴欧纯宁欧老师，很高兴又能在台湾口琴大赛见到大家了。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原本期待的音乐比赛、音乐会各种活动都受到疫情影响。原本上一秒昨天还在准备练习，结果没几天就发现到停课、停练，或者是谁又确诊了，活动整个大取消延期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也发现到还是很多人对口琴保有热忱，利用各种的线上通讯软体上课，不论是合奏、团课、独奏，甚至团练也可以。那老师也发挥各种专长，利用录音软体还有各种的平台协助孩子们练习、回传作业等等，透过各种网络科技让大家零距离不停练，慢慢的进步。那这次的台湾口琴大赛将在8月6号新竹举办，虽然很可惜重奏还是依旧只能在线上见面，但我们有精彩的独奏，还有晚上的音乐会嘉宾可以互相交流，借由这个活动能见到各地区很久不见的地方亲友，那期待那天见面咯。